给我吧。谢谢。今天跟我们王总来这里拍婚纱照啊，遇到好多新郎新娘啊。王总，这里是 ？Hello。这里是专门拍婚纱的地方吗？这里是深圳拍婚纱照最多的地方，叫玫瑰小镇。玫瑰小镇，对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这边看一下，王总，介绍一下，来，看看好漂亮。啊，这里是我们深圳玫瑰小镇，也就是我们婚纱摄影这个专业拍摄的基地。这里有一个华南最大的，这里有一个新人。看，这里也有，对，好多好多，好漂亮，这里的风景也美。这里像一个城堡一样。城堡，对，嗯。我们再向前走就是网红街，那这边就是这个澳洲的国宝。哦，啊，这地方特别大啊，很大很大，应该有几千个平方吧？不止，有三十万平方米，你看一下，30万平方米，整个都是。这地方我震撼了。这个阿丹今天的拍婚纱照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可以，很好。这个风景又好，地方也是特别，很好看，很漂亮一个地方。它的景点是在我们中国来说是比较独特的啊。哦，来看看，这是网红街。啊，这就是网红街。这是网红街，应该到晚上的时候人比较更多吧？相当多，等会儿就多了，再过半个小时就多了。哦，再过半个小时人更多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。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。是的，哎，我们楼上就有我们独家的这个拍摄基地，在楼上。哦，王总生意做得很大啊。没有没有，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分店啦，啊，那些拍婚纱的地方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看一下我老婆，化妆化好了没有？然后来到这里啊，要重新补个妆是吧？那是特别专业啊。爱戴兄弟，那个小八姐姐啊，这个李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对，这边的负责人哦，一直很关照我们，他们今天拍婚纱照哦，哎，这终于拍婚纱照了，对吧？婚结了是吧？九百了，婚纱照没拍，今天终于要完成这个任务了是吧？你们先吗？我们转转，我们转转哈。谢谢李总啊。好好，你好你好。今天这么对新郎新娘啊，在这里拍摄，这么漂亮。水缘好合，永结同心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拍摄了啊。哎，对，我们有点紧张啊。洁白的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美丽的像童话。想起那年初夏，我为你牵挂，在一起就犯傻，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，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，礼堂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。 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 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的，我愿把一切都放下，给你幸福的家。还有多少个场景？哇，这个几百个场景，大得很呐，30万平方啊！这个是好地方啊。王总说，平时的话还更是人多。平常差不多300-400队啊，300-400队。对。这外面没拍好，现在又来了一对新人。开始排队。是的，我们这个行业是蛮辛苦的，但是我们的决心就是要把我们的新人拍好，拍得有满满的幸福感的婚纱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刚刚看你的工作人员是真的，很负责任的那种派对，谢谢那个。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。拜拜。好不好？哎，怎样？哎呀，这个风景太美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人都有一个梦想，要拍一个婚纱照，是不是？王总，是的。那我们王总就可以给你安排梦想，安排好，都是美女，安排好，都是美女。你看一下，可以。这么豪华，来，站着，站着，走起来，哎哎，好，
漂亮，好的，可以的。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的，来这边来。哎，走出来的六亲不认的。牛逼！先我们去拍另外一个风景啊，准备拍海景。走，再好，再好 ，OK， 可以，走，我们换地方。啊！对，好，别说背景直哈，看着前方走哈，看着前方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王总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深圳大鹏海景。深圳大海。大鹏。特别的美丽啊！我的身后就一片大海。来，我们来这里拍摄婚纱照。哇，这个风吹，这个风自然风吹的好舒服啊！舒服啊！今天开不开心？太开心了。虽然有点，但是很开心，但是有点累哦。对。换了很多个场景啊，是吧？辛苦你们王总了。海景特别的浪漫啊，特别的好看，放心那我们开始拍 ，OK， 海景。搬着你的婚纱去做一下模特。哎，做不了，没办法，不能做。离远一点拍拍，对我看包多少钱？这海景。拍个视频，好。走，我们去拍海景去。好漂亮啊！好，请自己的队准备好了。三二一，动起来，跳楼，爬起来。哦，太慢了，坏蛋啊，就这个感觉。好，没错，拥抱一下对方，拥抱一下。啊，对，看我笑一下。哇，今天拍了一天的婚纱，真的很辛苦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了。是，你看，都在忙，从早上开始拍到晚上啊，天都已经黑了。对，你看王总都拿了他的镇店之宝。给我啊！这婚纱穿起来特别的大气啊，也特别的漂亮。阿丹，你看我像什么公主？那个，不知道算什么公主。你的公主啊？那个刁蛮公主。这小子欠打。你的公主啊？跑过来笑，哎，好看，对看，对看一下，看对方，看对方，对，好，对了，可以，嗯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特别好看。颜色前面裙子提高一点点，前面的裙子，哎，对，再高点提，没错，看前方，哇，真的好美，好美，后背挺干一点点，哎，这种感觉，笑一点点，别动啊，好看的一张，别动啊，继续，男孩子看老婆去，看老婆，对，女孩别动，不要，老公身体不要动，身体不要动，靠近点他好，侧着的脸过来我这边，对，好，闭眼睛，微笑，好，漂亮，再来，哇塞，美了，好看，对，不要太多，别太多，笑一点点好不好？一。终于走进婚姻的殿堂，这里特别的漂亮，希望有钱人终成眷属。这里好像等于是感觉在外国这个婚姻殿堂。马上就是520了，希望有钱人终成眷属。这个美景真的漂亮，真的让人震撼了啊！感觉真的，我都没想到这么漂亮的景色。阿丹，你感不感觉？在美国一样，每次有那些在新加坡，以后在美国、香港、美国啊、澳洲啊，阿丹敢不敢？要有澳洲才有这种景色啊！没想到我们在深圳也有这种风景，就感觉在澳洲一样，我们好像感觉自己这已经出了国一样。虽然没出过国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幻想一下，出国了，结婚了。嫁给我吧！你可以啊，小子。啊、谢谢。今天在王总这里拍摄婚纱照啊，特别感谢我们王总今天陪了我们一天，又当我们的司机，专业司机是不是？谢谢王总，为好兄弟，来，为小好兄弟。在这里也感谢我们拍摄的总监，还有我们化妆的小美女，还要感谢我小八姑陪我们一天啊。那我大开眼，特别漂亮。对，那个爱丹兄弟还有弟妹满意吗？今天特别的满意，非常满意。那个小八姐姐呢？我也很满意，而且服务很周到。对，是的，真的。感谢这个，祝你们幸福哦。谢谢。千言万语，还是一句话，太谢谢王总。有看到我们的视频的时候，想拍婚纱照的美女们。一定要找我们王总。哎呀，谢谢，服务到位。对 ，Thank you。风景又美，是吧？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
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。